你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吗？根据人类心理医学统计，口气的问题跟自信是成反比的。我今天就要来街头突击，看看大家对自己的口气有没有信心。嗨，你口气好吗？嗨，美女你好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方不方便采访你一下？哦，可以啊。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女生是不是？应该算吧。我觉得我的衣服很帅啊，我长得也很帅啊。那你对你的口气有没有自信？应该有吧。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简单的口气与自信的一个调查。还是不用好了，谢谢。帮我闻看看你的朋友。闻他啊？是。好吧。有必要这么夸张吗？朋友一场。没关系，谢谢。不要不要，他不太方便。你如果对你自己的口气有信心的话，你对摄影师哈一口气。哦，我还有事情。对啊，我还有事情啊。对，做不好意思。要这样就跑掉了，不要。谢谢谢谢。根据今天的街头突击调查，还是证实大部分的民众对自己一整天的口气还是没有自信。如果你对口气没有信心，需要用真正的解决方法来提升自信。